TT 与格林最初的梁子是在总决赛北京时间8月3日，据 NBA 记者帕布罗·托雷报道，上个月，勇士的格林和骑士的特里斯坦·汤普森在洛杉矶的夜店发生冲突。冲突之前，格林多次拿科勒卡戴珊和詹姆斯离开骑士队开汤普森的玩笑。通过和多位我信任的消息源的交谈，我得知那晚德雷蒙德在多个场合嘲讽特里斯坦，德雷蒙德可能说了关于科勒卡戴珊的玩笑，以及勒布朗离开特里斯坦。帕布罗·托雷说道，他们当晚参加了两个派对，勒布朗都在场，而特里斯坦和德雷蒙德发生对峙应该是在第二个派对上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在言语和肢体上都有冲突。昨天，格林在社交媒体上称外界对于他和汤普森冲突的报道都是不准确的，但是他并没有解释哪里不准确。格林和汤普森在今年总决赛第一场就有冲突，加上格林那张大嘴，汤普森和他发生冲突并不让人意外。